薛娜娜，什么事？那个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哼，真没劲，你们这些男生太无聊了。等等，那这袋零食。滚吧，薛娜娜，等等，告诉我刘韵的事情吧。我知道了，你喜欢刘韵，我帮你告诉他好了。不，等等，不是那样的，我只是喜欢画画而已。都要初中模拟考了，你还在画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？对，对不起，下课后到办公室来找我。我叫周如成。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初中生，我的目标是考上美院附中。尽管我很努力，但是我懦弱，我逃避，周如晨，我懒惰。墙包还没画完吗？你疯了吗，冰雪仔？还敢抽卡片？七爷会打死你的。没事，大不了再被他打一顿。我要抽到赵云的卡牌，因为我也想像他一样成为英雄。周如晨，你的色彩太差了，这样是没法考上附中的。你看看刘韵的色彩画得多好。为什么你能看到那么漂亮的色彩呢？喂，周如晨，你怎么那么蠢啊？不如一起来画画吧。一个女孩的心愿，在现实面前是如此渺小。